Thank you.
错误的选择，就是来中国。嫂子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先解决了那个死胖子。嗯。小心埋伏！Bao, Wenfeng has been released. Now you can kill all the hostages. And when Wenfeng gets on the plane, you can come back. 把人质全都干掉。报告，别过来！这个小女孩也杀掉了。周文芳出来了，他们已经没有用了。你没听明白吗？我说的是全部。豹哥，她只是个小女孩，什么威胁都没有。蠢货，起来！豹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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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杀她行吗？她只是个小女孩。你给我滚！
哪来这么多事儿？别杀他，别杀他！切什么？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这个时候你还对他们真感情？他真的特别特别像小娟儿。我都跟你说了，当初杀小娟儿是迫不得已，不杀他，我们都得死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大哥。可是周文芳已经自由了，不杀他，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你怎么了？刚才被龙魂。报告，别杀他行吗？我求你了。你说过，跟咱们这样的，就像一张爸爸缺牙的赌局，前面赢得再多再风光，一把输了就全输光了，这把我输了。金哥，我兄弟用他自己的命换了你的命，你给我记住了。你给我玩阴的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有种单挑啊！被抓了，嘴还是那么硬的。啊！听说你们特种兵的血是热的，我想试试。你杀了我兄弟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兄弟是人，我兄弟就不是人吗？啊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杀一个人质。你放了他们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你不值钱，你杀了我们不少弟兄，咱们的账得慢慢算。你想怎么算？跪下。还还手啊？陪你玩玩，嗯？跪下！哇！哎，修罗姐，让我玩玩，我也玩玩。不要！不要！我受不了！
认识你这么拼命，快快快快快，值得吗？值得。拼命是为了你自己，拼命是为了身后的13亿人，你说值不值得？自己的弟兄都保护不了，把自己说得那么伟大干嘛？好吧，放心吧，走走，咱们回家。Yeah!